我们这个面前生意越来越少了，贼子呢？你去。你长吃呢？爸爸，我得等。妈妈，乖点你。我上班的呢，你都做啥呢？ 吃饭，吃饭一袋米。你这里完以后，那个老师，湖南老师，将近八十岁了，很老，他怎么办？这样跪着我。你这是爹不？你这是弟。小肚皮。 天哪，苦啊！都来瞧不见。读了书的就去上班儿，大好年头，现在倒下来了，因为穿刺了不少啊。啊，天桥，那一坨。